哇哇，现在来这个阳明山爬山，哇，小心哎、欸！哇，现在还起雾，哎、欸，那谁啊？怎么会发出一些怪声音啊？看一下，等一下，他穿绿色的毛衣，我们来后山啊，他该不会是？该不会是孝山高中的学生吧？我该不会要僵尸了吧？天哪！哎呦！哎，等一下！哎，等一下！哎，哎，等一下！等一下！等一下！哦，别喷了！等一下！黄哥，啊，黄哥啊，啊，哎。啊！早上给他送个微信，那不要搞哈姆立克法啦？什么哈姆立克法啦？哦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啊，你怎么会穿的跟高中生一样？这不是那个什么僵尸校的孝山高中吗？什么孝山高中啦、啊？我丁伟哦，就是给我乖出来，我今晚复学啊啦！你是不是送啥、啊？复学？你我孝山高中还跑来后山了啦？啊，你复学 啊, 啊？你是怎样？你是之前中辍生是不是？怎么等到中辍生啊？安怎没送了啦？你确定吗、啊？我觉得你在骗人哦、喔！不然我考你一个，二了三次方是多少？二三六啦，二三六，二了三次后面十六，你完了，你完了。那你有课本吗？课本有啊，那也无课本，我课本拢抓辛苦定啦、啊，哈，小学作业簿啦，看到无啦，哈，作业簿，啊，我觉得你这个年纪还在小学骗人，我跟你讲，我要、欸、我要检举你，你要检举啥啦？我要检举你，我要去跟教育部检举你。你管你参详的，你管你参详的啊！检举你，我来这校外教学，我跟老师讲啊，你跟我讲行动粮嘛，行动粮，我就要的啦，你就要哦，那你辛苦那平也胖胖，哎、欸，这样空哥，空哥。安怎啦？你流鼻血了！我哪有流鼻血？你手好冰哦、喔！你是要变异了？我哪有啦？哎、欸，你家后山，刚刚有一个沈文成的来去后山呐、啊！狂哥，你那个，你怪怪的，你是要变异了？你哪来带当？看你今就看，还可以唱歌。哎呀！啊，救命！啊，你慢点！狂哥，不要！